还要 check 嘞，check 身体才可以出去呀、啊，是不是？啊，哦，原来他的财很多，财多代表什么？他在多钱的地方或者富贵很多钱的地方做工，那么他这个两个水代表什么呢？他在那边的职位挺大的。啊，记住，我的财很多，三个木啊，我的财很多，三个木代表我是在卖金的，金每天都看到很多钱的。好，第一，我是两个水，水能生木，对不对？而且两个水生木生得很漂亮，它不会太多，它不是大海去生木，啊，它是两个水生木，非常漂亮。那么代表什么呢？它很会卖，它可以在那边当经理，将来工钱很高，明白吗？因为很漂亮。那么，如果这边第二个没有呢？过松的没有，他没有什么生财之道，他没有什么，跟流鼻血也是这样。所以有些 taxi driver 真的是很好练的，他命好，他的第二个很好，第二个很好，这个啊，他的第二个这个很好，什么意思呢 ？start 车，擦一下。嗯，出去有在丢人的嘞，所以他跟人家我的心真简单，热爱花，热爱 good luck， 那些人很 good luck 了啊，已经很 good luck， 很 good， 没有生意，他不一样，他从 NTUC 的加到 Mercedes 的，加到那个 OO 的，不是 OO 车啦，那个是 OO 的那个，哇，很贵的嘞，你看他嫁的很顺啊，每个月七八千块啊。五六千块 ，no problem 嘛。他的第二个很好，懂吗？啊，他的第二个很好啊。所以，通常我们人都需要钱财啊，问钱财的。所以你们一定要很专用、很专业的去学你们的第二和第三，知不知道？啊，现在多少人希望有他的？五行属什么的资料，有多少人要现在想要知道的举手？一个，哇，你害人了，你一个人举手，你看全部人都举手了，你看，本来他们不想举手的了，今天都给免费的，啊，但是只有那些举手的了，啊，然后有什么好处呢？你要学会画，因为我们给你这样简单啦、啊，你去看我的医院的记录。我有虐待狂的，你要写，你要先写啊。哦 ，OK， 我是这样讲讲，我们会教你。好，那我是五行是怎么样的？几个五行啊？我们会告诉你，然后你就知道我的财到底是什么了啊，我就知道了啊。嗯，我们会打一个小盘给你。好，这里就是我们的权力。你有没有权力？你能不能够？你有没有很多 obstacle 做什么东西？是不是很多的阻碍啊？很多阻碍。哎呀，我你看我要卖这个东西啊，人家一下子就可以卖完了，我不行，我要讲到啊，吹罗龙的吹龙破盖才不会，很辛苦的。哎，你看这个啊，这个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是谁？第一个是自己，对不对？你看到这条线吗？这个是专门克你的，你能。得到，如果你能够抵挡或者化解他的克，这个克，你就没问题。打个比方，我是属金，这个火是不是克金的？火不克金，金怎么成气呀、啊？对不对？一个金那么厚，安多的啊，火来烧敲，它才能成关刀，对不对？要不然你叫关公拿牙齿去抄题去，当时啊，对啊啊，还有呢，做了一把刀了，还要磨，还要每天照顾，所以啊，属金的人啊，你要疼他的，你老婆是不是属金的？你孩子是不是属金的？属金的呢，你要常常赞扬他，都要打地磨，但是不可以赞扬过头，磨你知道吗？磨磨磨磨。磨到他很厉啊，你又继续再磨就给强了，磨了他钝了。所以属金的人，我们要哎喂，今天穿得很不错啊，你的老板是属金的，哇哎 boss， 哇 handsome 啊， today has start good 啊，
等一下呢，下午的时候你看到他 boss， 哇 ，handsome 啊，那就戏啊。你第一次讲是真的，你第二次讲是酸，你讽刺他啊你，啊，对不对？所以属金的人是不能过的。但是有些人有没有看见到？那哇，哎、欸，今天哦，他很好看，是咯，刚才你有讲了，我都觉得嘞，你讲了，你讲十次他都不要紧的嘞，他肯定不是属金的，属水的。啊，所以啊，给给我下面。啊，所以呢，你说他 pretty 啊？啊，他会一个人说她漂亮，属水的人，一个人说她漂亮，他记死死的；十个人说她不漂亮，他反对她。啊，没有啊，刚才那个谁说我很美嘞？啊，他只是一个人，他属水的啊，所以火金没有火不成器，但是你金有几个？一个火呢？五个。哎呦，完了完了，过则融嘛，金就融掉了，没有信心。这个人就比较没有信心，你可以咩？好了，我看不要了啊，就是代表说他是金，他有遇到了，就是不要说金了哈，不要说金，说这边有五个，这边一个，这边四个，这边一个，不管是什么，不管是什么，都很容易受打击啊！你想清楚啊，我看应该不行嘞，你想清楚啊，你的老婆克你啊，哦，对哦。他就专想那些了，耳朵很轻，对不对？我们不叫耳朵轻，我们叫做什么？第一二三四，第四个位置强过第一个位置。所以你如果是 CS 做 CS 的人，你要叫人家买车，对不对？你看到这样，哇，哇，你看他的八字哈，然后你从这个第四个位置，对不对？然后再看他的这个一二三四嘛，这个第四嘛。那四个位置有几个？四个，他本身这里一个，哇，你就要洗他的脑了，很容易洗的啊！哎呀，我跟你讲啊，你这辆车你不买可惜呀、啊，你知道吗？如果你昨天来买就惨啦、啊，昨天啊贵多三千呐、啊，公公咯，今天你买我们还送多一包牛奶啊！哦 ，OK， 啊，不过女孩子呢？比较喜欢这样的男孩，乖乖哦，哦，哦，啊，不，不是白痴嘞，是乖乖啦，啊，啊，好，嗯，那么如果反过来啊，这边有五个，哇啊，第一个位置有五个，这边有一个呢，那是什么？讲袂听，怕袂惊，啊，打他，哇，他有可能抓住你，小的时候没有办法让你打他跑。对不对？以后长大抓住你够了哈、哦，妈妈，我混了啊，哇，假了啊！他没有那么容易让你，而且在做什么事情都没有那么容易认输的。这种人呢，去打 resting 最好的啊，好像怕他细掉哦，他的手指还在那边，还在那边动，没关系。那么这个是什么呢？这个就是我们的贵人。也是我们的长辈啦，啊，也是我们的父母啊，这是我们的贵人啦，啊，这是我们的贵人。你有没有贵人就看这个，啊，钱是越多越好，贵人也是越多越好，其实都不对，两个都不对，钱越多越好是不对的，啊，比如说我们有句话说财很多嘛，对不对？啊，我这边有什么？我这边有八，有六个，哦，这个第三个是财，财是很多。啊，我们说财多身子弱，啊，有句话叫财多，说不要不要，财不可以太多的，啊，财太多不好。那么这里呢也是一样的，贵人太多也不好，啊，我跟你讲，我看你哈、哦，你还是去做这个 architect 比较好。然后另外一个呢也是贵人，你去做 property 现在越来越好。另外一个呢，你华 taxi， 你看我华 taxi。努力嘞，谢我哇！然后另外一个叫他去，做背哇，做什么什么什么假背什么的哇，他就听乱了。这也是贵人多的意思，变成自己没有主见了啊。所以这边呢、啊、要小心，这边要和这里要 balance， 因为他是 support 你的，要 balance 啊。父母给孩子吃饭就吃三餐就已经是很足够了啊，就是 support。你需要的，如果
多过一三餐呢、啊，你的孩子就惨了，就正了，规则都整正了啊！所以要记住了，这边是我们的贵人。如果这边是零，这边是一个，或者这边是零，这边是两个、三个，那代表什么呢？哦，那就不好，那就是你一辈子啊都比较辛苦，都要靠自己，比较不能够靠到人家。啊，多不好，少也不好，懂吗？啊，多多不要太多，少也不要太少 ，balance balance 就好了。好，另外呢，还有一个就是谁做主，里面诶，第一个吗？第一个只是你的命，你本身的五行是属什么？属金，你写在第一个；属水，你写在第一个。不是你做主，做主的人是谁呢？天气，什么月份，什么季节？比如说冬天，水做主，水在里面，它是 king， 它是王啊，它做主。如果现在是我是四月出生的，那火做主。做主的不用排在第一个，不用排在第一个，你还是照排，只是谁是做主的，谁是最大的。我是四月出生的，四月、五月、六月出生的，火做主。啊，正月、二月、三月的木做主，也就是木特别硬。比如说我是属金的，对不对？我是属金的。啊，那么我是二月出生的，那木做主啊，木很旺啊。这个木就不是普通的木了，它是很硬块的木啊，明白吗？所以这个金要赚钱就辛苦了，就是它就是一片刀片啊，要去砍那些大树啊，怎么砍啊？啊，所以不要砍啦、啊，雕啊，你明白吗？你的命格的本事就是不要去做大的，好像建筑，你不要去做。你做什么？卖他那种沙、灰、砖、木头、木材 ，support Bangladesh 工人。你做这些，你不要去承包整个，不要。你这样做你就赚钱了，明白吗？金沙哇，承包不要。你 support 他的 icon， 他的那个 CCTV 的那个电视啊，够了，几亿啊那个电视，明白吗？你知道有些人我们打字吗？我们按电话的那个号码吗？他就做那个按的那个 plastic 嘞，哇，算百亿的身家，你们不知道的哦，这样按而已哈，啊，那个就是你按的是电话，还有电脑嘞，还有很多嘞，还有电视 remote control 嘞，全部都是他们做的，明白吗？所以要看你的八字啊，一定要看你的八字，谁是做主的很重要，谁是做主的？你是几月出生的？那就知道谁做主了。好，这个来做一个 example 给你看。秋天金，嗯，好，来我们做这个 example 啊。真正的要这样画哈、啊，你们要等一下呢，要把它这样画，我们是不会帮你画的啊。等一下你们要去学啊，要学会怎么画。好，这个人。第一个位置就是木，因为这里是木嘛，啊，年月日嘛。命主是什么？命运的主人叫做命主，这是木，有没有？它有几个木？一个，是不是？它属木的，几个木？四个。所以他是属木的，你就要这样写，先这么写，不要急，卖给哈。然后呢，再把火写上去，有了这个木了嘛，你其他的你就会写了，火生、土生、金生、水，水生木。好，现在他有几个木？四个，肯定啊。好，我们就写四个，这样写在星星里面。他几个火？写一个。几个土？一个。几个金？一个。几个水？一个。Very good。所以啊，四加一，五；五加一，六加一，七加一，这叫八字。
所以他的八字就是这么来的。五行没有缺，恭喜你，做什么我们帮你做什么都容易，你带什么都会比较好。五行没有缺的人，五行有缺的人呢，比较辛苦一点点啊，比较辛苦，不孕什么都是比较辛苦一点点，所以五行不要缺，五行不要缺，你至少你都压人一半了啊，所以这个人的木比较多啊。比如说这个人啊，你跟他说这个东西不可以做啊，这个东西不可以做，就是说比如哈，人一定要读书，没有读书的话以后啊很难赚饭吃啊。那么回答你的这个人，他会告诉你不一定啊，为什么一定要读，没有读，很多人没有读书也没有问题吗？你说这种人是不是 stubborn？那换句话说，你跟他说书其实不用读太多的啊，因为读，你看我没有读那么多书，我现在还不就是百万家产，然后他会跟你说啊，你这样看法是错的，没有读书的话怎么样说啊都是很危险的，他叫我算不算 stubborn？ 算吗？不算。所以其实我们里面的问题啊，就是大家都同意要读书，而跟 stubborn 没 stubborn 没什么关系的，赞成的人呢就不是 stubborn 了，不赞成就隆重 stubborn。 这个是不是不对的，明白吗？所以 stubborn 不是这么分的，不可以用这个来分，明白吗？啊，但是什么叫做固执呢？命理学的固执就是我们有每个人有几个自己，一个嘛，哦，你要打电话去问啊，奇怪啊，一个吗？有两啊？哎，啊！但是命理学没有叫自己啊。我属什么？我属木。我有几个木？那就是有四个自己啊，有四个自己啊，明白吗？杀了他，杀了他，快点杀了他啊！那种啊啊，你讲我，你又讲，你又在讲啊，那种叫做四个自己，知道吗？我们叫做固执。所以只要你是属木的，你的木有很多，那你是固执，知道吗？不把人以为 有可能你都会听哦，一辈子的嘞啊，拜神拜神后啊，拜神神能保护你，他不去的，明白吗？啊，这个是四个，你是属什么？属水，四个水也是会这样的，凡是多的啊，记住啊。那么现在看到这个人四个木，他几月出生的？这个叫四月啊，有可能忘记了啊，这叫四月，华人。四月是什么天？冬天、夏天、秋天。夏天是什么季节？水、火。火的季节是不是火当令嘛？啊，不是当令，火是老大，是不是火做主的？所以谁敢在火这个太岁头上动土的？不敢，都是你看，这个火是特别特别旺的。这一个季节，他的八字全部按着火的 control， 懂吗？如果是冬天呢，水的 control； 夏天当然就火的 control。那么他的木要去生火。就是代表什么？他只有几个火？一个生得了火吗？照理说，你们有没有去烤肉？烤肉起火，四吉楼的那个木啊，超多了，一定要挡不一点一点一点，慢慢，对不对？啊，但是呢，这个不要忘记是夏天呢，火是老大嘞，知道吗？所以四个木能够生火，可以生，因为它火很旺嘛，意思代表很容易得罪人啊，很容易让人家啊，你看狼拿的捆么，老虎在睡觉底下，你看白咪啦很容易得罪人，很容易出口就得罪人，开始不会，开始是慢的，慢慢卖给啦，就这样
很容易得罪人，而且讲话呢，口不择拦，这个就是容易得罪人，很容易犯病。木生火，火是代表心脏、血液，将来很容易有这个血液的病痛，所以吃东西也是吃的哇，嘎嘎假，不管什么胆固醇不胆固醇，什么醇的都不管的。那么木是和它的财是属什么的？土的，木克土有没有？木克土好不好？用财用过了，用钱用过了，所以他会欠很多钱。因为只有一个土，财只有一个，木有四个，四个等于什么？森林啊，很大，只有一片小土啊，探探解不告开啊，是这样子去解释，肯定准的。但是问题他会问你，对了，对，哇，师傅很准啊，能怎么办？我不知道，我只会到这里而已。OK， 马累，你让他们更烦啊，对不对？你要知道怎么跟人家解决，我不要一直看啊。还有很多人很喜欢说，参加白事最好不要去，那去了会怎么样？最好不要咯。那如果去了呢？他就是爱哭啦，你爱哭就对了。好，金啊，金克木，金克木，开玩笑，我的四个木你克我，补种啊，怎么克？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刚才说了，第四个是权力，工作上权力克不了他的，一杯加一经理耶。要 overtime 超时，哼，超时我还等你，谁？喂？所以这个人一定告诉你啊，工作啊，很多人看他不顺眼，对不对？但是你前面一定要说好话，你很用心，很 helpful， 不过很多人看你不顺眼，对不对？你的前面要有这两个 benefit 嘞，要不然他们不承认的嘞，打死不承认的，所以啊，为什么说金那么惨呢？因为火很大嘛，四月夏天嘛，克金嘞，火克金，那么大的火去克金，金已经融掉了，那被克的金还要去克四个木，单姑姑啊，是不是？所以最辛苦的是金。最辛苦的是金，所以这种人不能给他权力啊，因为第四个代表权力，你一旦给他权力而已啊，哇，就好让洗个了啊！你有没有常常听到人家说什么？如果我当政府啊，我给你们全部赌博啊！哪里可以这样啊？很多人这样讲的嘞。那够逼哦，免累啊！那样等你来啉。哎呀，所以，这个就是金，他的金不到，很弱，不可以给他金强起来的。好像比如打个比方，夏天很热，如果下雪怎么样？完了，懂吗？那叫六月雪啊，那是很不好的啊，那是有很大的冤了。明不明白啊？新加坡也有下过雪，冰下过那个冰雹，有下过。好，来水只有一个啊，水代表什么？贵人，他贵人多吗？很少。为什么少？不是因为一个，不是，是因为火是老大，水克火，对不对？反被克啊，在沙漠水。只有一个，他这个是沙漠来的，水会干掉，代表他的贵人不长久。所以他说：“师傅啊，现在有一个人介绍我去一份工作啊，那份工作可以去，因为这是这样介绍的，短暂的可以，因为水很容易干掉。有一个人想要培训我，培训我了之后呢，把我培训成了，他想要让我进去这家公司，他会亲自领导我。”好像有个过程不可能，他没有这个命，
因为水遇到了火的季节很容易干掉，你的贵人没有留那么长的啊。你去啦，你去家那边，那边不错、哦、你 try 看看，这个是他贵人啊，我给你 taxi 加啊，然后呢你不用考，我先给你 taxi， 然后慢慢教，然后我跟你补习了了的细了、那个是不是贵人了，明白吗？啊，你知道吗？单单有这个五行啊，就能看你的人生啊，就可以看到你的人生。然后这里呢，我们还要看说啊，这个地方，记住，这是年月日时，每一年有没有春夏秋冬？新加坡也有的，冬也有的啊，就是正月二。